一分钟佛教常识。三宝是大三宝，三宝是指佛、法、僧。佛是觉者，觉悟了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。法是诸佛依据对真理的证悟，向众生所宣说的教法，包含所有三藏十二部。僧是修学佛法的出家教团，在佛陀入灭以后，承担了传播佛法的重任。佛、法、僧具备稀有、明净、庄严、最胜、不变等特征，而且能够引导众生趋向解脱，犹如黑夜中的明灯，因此被称为宝。所以人们常说恭敬三宝，功德无量。